看看新闻网。这两位相信不如红毯，我相信大家也会有雷鸣般的掌声。在今年的夏天，他们也火了一把，有请李代沫、丁丁。丁丁今天好闪哎，而且呢，代沫瘦了，真的唱瘦了，今年唱了太多集。来，两位中间请。今天两位呢会作为表演嘉宾，等一会儿会有精彩的表现，非常期待。那么可不可以提前透露一下今天要表演什么呢？我可能今天会唱一首跟我之前风格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歌曲，其实是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演唱这首歌，我希望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感觉。